妈扛着活下来，不怕糖。那是我们昨天玩的野蕨菜，那是我们昨天玩的结了根，那是我们昨天玩的清明菜，那是我妈刚刚切的腊肉。知道今天要做啥子美食了不？对，你猜得不错，我们今天要来做清明果哈，清明粑。我爸爸在那里摘了一早上的花。先把有个菜哦淘洗干净之后，还要给它焯个水，把它煮一下。它煮脏了就可以了。上次我从街上买了两个清明粑回来过后，我妈就下定决心要自己做。今天我们就做一个腊肉咸菜味的清明果。现在就把那个菜给它切碎，然后放在那个粑里面。把那个菜切碎之后，就用加入糯米面，抓呀抓呀抓呀。大锅来洗好了吗？开始上个蒸喽，包了就蒸。现在我们就拿把那个馅儿给它炒一下就是了，和转就是。没技术含量。吃了再说。吃了一整，不出意外，我们家今天又要炒土豆肉丝。我妈扛着活下来，不怕糖。好疼。现在第二锅已经开始蒸了，我妈再继续做，我在来炒菜，准备吃饭，边吃边吃。今天的菜安逸哦，全部都是山上的山珍。那个娃儿放学回来都睡了，遭感冒了，都先不喊他，让他先睡，睡醒了再吃。昨晚没睡好，全部是山珍。这是我们这儿的成果。
我看那个小小的那么一盘哈，我给我妈忙活了一上午，现在快一点钟了，我们才吃中午，是不是？你包了五元，六十万。嗯。我算了，五千。比他那天买那个好吃多了嘛。今天。你看那个好吃吗？我吃起六十六的好吃。好人啊。那这那根也嫩得不得了，好香啊。是嘛，那个肉多少挖多少，只要你爱吃挖。都说秋天是收获的季节，其实春天也是收获的季节，只是收获的东西不一样哈。今天那个太好吃了，都好吃。大家也可以出去走一走，摘点野菜，踏踏春。拜拜，下期再见。拜拜。